有人说我被白宫发言人打脸，我在此再一次证明，美国本来就不会也不应该介入台湾的大选，支持特定候选人。我跟他的私交不是为了选举，而是希望不管在选前或选后都能够建立一座友谊的桥梁。我有直接沟通的管道，所以我特别要跟川普说，我是来当 peacemaker 的。这个 peace 是指美中台，而不是只有台湾跟中国大陆才曝光的事。川普总统在三月初特别叫我的同事啊，给我递了一个他写下的简报，跟他签名签名。他呢是一个日理万机，我觉得川普总统是美国非常好的总统，非常务实。虽然很多媒体不喜欢他，但他把美国经济搞上去是个事实，他把美国就业事业率搞到最低是个事实，他所有让美国的中西部劳工啊，我们现在面临到在不断不好找劳工，他呢有一个报道，就这边报，这个积极在哪里？这川普本人自己剪的，人自己剪的，就跟我在办公室剪的一样，剪的，因为做老大了，这个剪的不是很精，这剪的歪歪扭扭的。然后呢，他呢就叫他的秘书呢准备一个淀粉，啊，准备一个淀粉，他本来要把它粘上去，但是他要它粘也不太会粘。就干脆我的同事等了很久，他在叫我说要带个礼物给我，